남편아. 大叔，你把我镜头吧。今天就冲着把内存用完去了。Oh!
啊。啊？我们明天就去接老板了。老板，我把真话干了，那真话是没进到话筒。张军进了市场，然后樊林进了市场，还有哪个的呀？上来了，这边。他这个要不要在中国出现？他是我们打巡盘赛。这节奏有些不对哟。我们现在看那个。Thank you.